15个企图改变世界的挑战者，带着可能影响10亿人的点子，进入5天高压与外界隔离的训练营，一场智力与体力搏斗的竞技场。太强了！哇塞，太厉害了！争夺唯一前进 Google 未来学院的机会，号称地表最聪明的学校，基点大学，10周价值台币100万的课程，网罗来自45个国家80名世界高手，创造改变未来的涉越计划，公使从台湾前进戏谷，见证这颗未来种子的诞生。1月3日下午5点，公视全新实境秀《改变世界看我的》，见证台湾与世界的距离。